两位呢，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阿硕，欢迎来到阿伟马克兔。关于转生之初世界历史的真相，魔王等人的过去恩怨差不多也要迎来大结局。之前我们说到，孩子们预感女神要牺牲自己拯救世界，急忙跑去见女神，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所在国家的总统府，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戏法，一般路人禁止进入的重地，孩子们轻松被放行。不管怎样，孩子们如愿以偿见到了女神。久别重逢的女神开口第一句问候大家安康，都不知道孩子们有多担心她，不愧是钝感女神大人。之后在时间允许下，孩子们尽情和女神交谈，全力劝说女神改变主意，可女神意志坚决，不管怎么劝她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使命，孩子们也拿她没辙。话题自然而然转向回忆过去，刚被庇护的时候，睡不着的晚上，大家相互依靠，让女神给他们朗读图书。因为实验留下阴影的孩子回想当时情景不停发抖，女神温柔拥抱摸头，直到他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不能去学校，女神亲自给他们上课。有孩子挑食，女神硬是把他不爱吃的强行往他嘴里塞，然后他更讨厌吃那玩意儿了。当男生之间流行掀裙子时，女神把男生们的裤子全没收了，搞得他们剩下短裤一条，之后不敢再掀裙子了。孩子们快进入思春期时，女神以上保健课为名让他们看 H 的视频，还一脸淡定地解说起来，吓得院长突击到教室阻止，然后女神被院长狠狠说教了一通。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把孤儿院的开设日作为全员的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女神给每个孩子分发礼物，还有恋爱商谈，只不过是找院长商谈，这个女神她不靠谱。然后女神因为大家不找她商量，露出一脸失意的表情。美好的回忆，羞羞的回忆，还有苦涩的回忆，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总之就是说不完。他们的人生中永远有女神在，是女神把他们救出来，从实验动物做回人。述说和女神的回忆，就是在述说他们全员的人生。然后时间到了，离别的时刻到了，在这最后的机会，魔王拿出了做好的手帕递给了女神，接着给伙伴们分发手帕，孤儿院的大伙都拿着同样的手帕，魔王想以此向女神表达，我们永远都与你同在，要是能传达到就好了。魔王也不知道是否传达到了，女神在读懂人心上就是那么废柴，但她还是相信确实传达到了。最后女神祝愿大家能够过得幸福，平平安安，没有你在能幸福吗？这么想的肯定不止魔王一人，想挽留他让他不要走的肯定不止魔王一人。然而女神没有回头，就这么离去，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女神离开，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不知是从谁开始，大家开始痛哭起来，或许第一个哭出来的是魔王自己，亦或许是别的谁，大家像幼儿一样哇哇大哭，管他是先哭的，总之尽情放声痛哭。女神就这么离去，去牺牲自己，去拯救即将崩溃的世界，拯救那些自作孽的人类。在这世界存亡的节骨眼上，同样想要拯救人类的大总统达斯丁也不得不做出抉择。达斯丁问周围人还剩下多少时间，大家都不敢回答。一个大臣战战兢兢表示，按照波蒂马斯的见解，估计撑不到一年。听到老妖精的名字，达斯丁一脸不快，虽然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那家伙，始作俑者无疑是该死的老妖精，同时又觉得有可能想到什么解决办法的也只有这个男人，所以才没有立马处死老妖精。大臣继续报告老妖精的见解，这一年不过是星球不崩溃的时间，生物灭绝可能就更快了，时间越拖情况就越恶化，言外之意让他早做决断。手下人全面服从达斯丁的决定，因为他到最后都坚决禁用 MA 能量，相对的受到龙族袭击的频度较少，其他国家几乎毁灭，唯独他的国家伤亡轻微，他也因此被评价为世界第一贤君。如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向他的国家说不，可以说他的决定掌握着人类命运。纠结了半天的达斯丁长叹一口气，结果还是回到最初的结论，作为领导者必须要做出哪怕再不能接受的决断。达斯丁再次表示，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谁也没有回答，漫长的寂静充斥着整个会议室。最后他还是发话了，让波蒂马斯给我准备，这就是人类代表的他做出抉择的瞬间。接着他独自起身走到窗边，日间的天空一片昏暗，突然响起迟钝的撞击声，达斯丁狠狠用头撞击窗户大吼，什么垃圾世界第一贤君，不过是个无耻的家伙，一边叫一边继续撞头，一次接着一次。大臣们看他撞得头破血流，赶紧上去叫停，大总统大总统，可他还是不停撞头，最后被三个手下强行拉开，不过还是继续骂到自己，贱货你个贱货。大臣都表示，大总统你很出色了，不是什么贱货，出自真心的评价，然而一点无法打动他。达斯丁嘶声力竭大喊，恩将仇报，不是贱货是什么，起个秀起个秀，我的名字要遗臭万年。大臣们说没有的事，达斯丁说有的，还说想要遗臭万年就必须让位来延续。大臣们顿时不吭声，他宣誓不再纠结，贱货就要有贱货的样，不择手段保护路人，直到自己的灵魂灭亡，这就是无耻的自己唯一能做的。怀着坚定的意志，达斯丁宣布从龙族手里拯救了人类的女神萨里尔，将那位大人作为活祭让世界延续。大臣们叩头表示愿意和他一起下地狱，
这就是当年的教皇决定牺牲女神的经纬，所以才有了前面女神和孩子们永别的场面。然而当时的教皇根本没有看透老妖精的阴险面目，在龙族停止袭击的同时，老妖精的克隆马甲被达斯丁逮住，当时他们还以为那是老妖精本人。老妖精一边耻笑他们笨蛋，一边通过马甲向达斯丁提供救世方法，就是将女神当作祭品，还用马甲制作装置，能够击退龙族的女神，那该拥有多大能量，抽出这些能量注入世界，弥补损失的 MA 能量。老妖精是这么说的，明明这样子根本救不了世界，这能量也分种类，女神的能量就算注入星球，不仅不能代替 MA 能量，还有可能起反应导致提早崩溃。不过那帮家伙哪里明白这些道理，正好糊弄他们帮我夺取女神能量。女神的能量啊，这太有研究价值了，MA能量到头来没能让他找到永恒，如果是女神的能量也许或许可以，不过夺取了女神能量后，这个星球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反正离崩坏不远了，最好的话直到我找到能搬家的星球为止，可以继续住在这儿。没办法，一边游太空一边找吧，祈祷不要再撞见龙族。这群臭龙族临走还恶心人，他们抢走的那些 MA 能量本来是我想用的，说算了算了，不愧是罪该万死的老妖精，教皇骂自己贱货，孩子们哭得死去活来，要是女神真白死了，那就真的bad end了，这下咋办啊。就在孩子们哭个不停的时候，突然脑内响起某个熟悉的声音，是秋烈在说啥，人类哦，能听到吗？我叫秋烈，也许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瞬间世界变质了。虽然孩子们哭得稀里糊涂，但此时世界确实变了。秋烈继续演讲，从现在开始这个星球将受系统管制，我是系统的管理者。众所周知，愚蠢的人类导致星球要完蛋，作为对策想要牺牲萨里尔来恢复星球，自己闯祸却要他人拿命来抵。听到这儿，孩子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坐大客车赶路的时候，达斯丁大总统就已经公布要牺牲女神拯救星球，而这一天就是事情日。后来他们知道，达斯丁本来不想让他们和女神见最后一面，觉得让孩子们给女神送行有点于心不忍，不过当时啥也不知情的孩子们脑内响起秋烈的声音，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秋烈接着演说，人类自己造的孽难道不该自己赎罪吗？所以我给你们这个机会，覆盖整个星球的系统就是为此存在，我要你们给我战斗，以此来增加灵魂的能量，你们给我变成战斗并生力，进而增加能量的装置，然后等你们死了回收积蓄的能量用来再生星球，但是一旦死了就没用了，所以仅限系统内，让你们能在同一星球轮回转生，死了还能在这个星球诞生，然后继续战斗赚取能量。现在这个星球借助萨里尔的力量避免了崩坏，用你们自己的手去拯救差点被你们献祭的萨里尔，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想对萨里尔做的事换成你们自己做而已，很简单吧，死了再活，活了再死，这地狱般系统的说明，当时的哭泪的孩子们听得有点玄乎，不过唯独那一句拯救萨里尔深深刻在了脑海里。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希望在演讲的最后，秋烈激情抒发，你们人类造的孽给我赎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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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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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席内秋烈让这路人认罪的咒语在魔王他们耳中却像是福音一般回荡。然后那一天起，他们的战斗为了拯救女神的战斗开始了，好长好长的战斗，实在太久太残酷的战斗。瞬间魔王突然回过神来，不妙不妙，这就是走马灯吗？我躲好险，意识回到现在的瞬间，躲过袭来的攻击，差点从走马灯直接便当了，但是他还不能死，后跳与敌人拉开间距，所幸对方没立即追击。魔王缓了一口气，摸了摸额头，湿湿的感觉流了不少血。再看对手，就是人形机器人，设计简单粗暴，除了双手掷钻头，光看外表根本没一点老妖精最终兵器的样子。然而这家伙无疑是老家伙的终极武器，荣耀 Type Omega突然消失在眼前，明明魔王死盯着对方都没敢眨眼。瞬间魔王凭直觉跳到一旁，他的直觉是对的，只见对方的钻头从另一边突击过来，再迟数秒他就要被刺穿了。心脏提到嗓子眼的魔王一边大叫你个家伙，一边回敬对方一脚，可他的回旋脚还是扑空，对方早跳出攻击范围。魔王评价这丫可以啊，魔王自己都记不起来已经多久没遇到看不清对方动作的敌人。魔王并没有轻敌，却还是跟不上对方速度，上来就中招，搞得他进入走马灯模式。对方的异常速度几乎和使出全力的魔王一样，甚至更快。没错，因为老妖精的抗魔结界，魔王的力量大幅弱化。这里是老妖精有利的领域，魔王明知有陷阱，还是被引诱进来。他不是为了纯粹打倒老妖精，管你天罗地网最终兵器，他就是要彻底粉碎老妖精的权力，让那家伙在绝望中完蛋，然后才明知有危险还孤身闯入。然而有点后悔了，一般对手就算在抗魔结界内他都有自信碾压，不过这时欧米伽有点牡蛎，看上去一点不强却超级阿白，注重美感的老妖精抛弃外观全部倾注到性能上，自然不是一般的强。魔王赶紧转换意识，承认对方实力在他之上，他是在挑战强敌，真是的，已经多久没遇到比自己强的对手了，想不起来了，当年那个最弱的他到现在的最强魔王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魔王气势全开冲了上去，因为结界作用魔法和蛛丝都用不了，剩下只有用近战，
为了不受制于对方的速度优势，也必须死死缠住那玩意儿。魔王上去就是一拳，被对方轻松躲过。魔王表示意料之中，紧接着发出连击，让对方无暇反击的猛烈攻击，然而全都被那家伙看破。魔王稍微一个不小心，被对方的钻头刺中腹部，钻头刀刃旋转，削去魔王的血肉。魔王不得不逃到后方，因为抗魔结界痛觉无效，不起作用，开始喘不过气来，貌似还中毒了。通常科学毒物因为系统的缘故，超过一定浓度会自然分解，但估计老妖精早找到解决窍门，没想到被自己擅长的逼上绝境，伤口再生速度也比平时慢得多，要是平常半身被击毁都能瞬间恢复，不行，按照往常的感觉战斗会很危险。本来魔王几乎全属性都有耐性，而且大多时候都是打中前直接一个暴食给吞了，早就不习惯闪避攻击和同格的对手打，一下发现自己的缺点简直是久违的感觉。魔王想，既然这么难得，那就一反平时大胆赌一把，要不然这家伙实在难刚。只见对方静止起来，就算再快，从正面突击的对手不至于捕捉不到。魔王他索性不躲也不防御，正面接下钻头，胸口开了大洞，以此为代价，魔王用左手死死抓住了对方，右手牢牢握紧，释放全力的直拳，魔王浑身一击，在那玩意儿脸上炸裂，将整个上半身击毁，连同下半身也几乎打爆。魔王表示，怎么样瞧见没，再次认定对付这家伙就不能躲，然后速战速决才能减少消耗和伤害。然而就在这时，广播里又传来老妖精的声音，真是残念，还没结束的说，明明被粉碎的欧米伽像液化金属一样流动聚集，瞬间恢复了原样。魔王呆住，耳边响起老妖精得意的声音，第二回合开始吧。那玩意儿再次向魔王突击，不愧是该死的老妖精的最终兵器，魔王最终要如何战胜久违的强敌，预知详情敬请期待后续内容。喜欢我们的内容还请劳烦点个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阿硕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